李帝勋近日主演了戏剧《Move to Heaven》，我是遗物整理师。在出席发布会时，他透露了许多拍摄时的幕后花絮，引发网友们关注。他表示，这次饰演的角色是一位很脏又不爱和人接触的曹尚九。他为了投入这个角色，每次在拍戏时都会尽量穿得很像曹尚九，四处乱晃，结果大家都不敢靠近他，就连好友们也都惊讶表示：“你整个人个性都变了，并逐渐疏远他。”此外，谈到作品时，他也表示每一集的剧情都有不同的背景设定，像是同性恋不被认同，以及重现当年三丰百货倒塌的事故，让李帝勋坦言，每次看到剧本的时候都会不自觉流下眼泪。一番话让不少网友更期待这部戏剧的播出呢。